早上好，猪头。已经10点钟了，刚刚听到九哥车门响了，看看他起床没有。哎呀，还没有起，再睡会儿吧。看一下这上面，太阳一晒，上面的水珠全部都往下滴水了，枕头都是湿的。哇，今天天气很好啊！起床了啊，戴上我的小黄帽。现在我们在聂荣县，这里的海拔有4600米啊，非常的高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去穿越长江的源头，距离春节还有3-4天的时间了。我们计划在春节前穿过长江源，到达匝多县。买的这个小相机，一般早上起来不放2-3个小时都用不了啊，因为一打开它镜头上立刻就会起雾，这个相机特别的冰凉。看一下锄头的睡觉空间，我后面的冰已经化了，看前面的这些就可以看到这里晚上有多冷，还是比较冷的哦。锄头就在驾驶座位或者说在下面到处乱跑。偷锄头，偷打开车门，外面昨天一直在下雪，全部都是雪地啊。看锄头，下来吧。我们昨天两辆车子就是在这个路边停车休息的，看那边当地人已经在组织铲雪了，整个路上全部都铺了一层冰。这里晚上零下20多度。这个聂荣镇，聂荣县特别小啊，像一个小镇一样，聂荣县很小的一个地方。九哥也起来了，车打不着了，九哥又开始给车给预热了，他的车早上总是打不着，然后用那个气罐去烧一烧下面。你别给烧过头了，弄少吗？下面火太大了吧。锄头，锄头，还是打不着，打不着，再烧烧。他自己灭了。这么贵重的烧着你冒，咋了？手都推错了。早上起来给锄头倒点热水喝，这是我接的一大壶热水啊，不过隔了一夜它就变成温水了，直接给锄头喝就好。给锄头倒点狗粮，在这里想喝水喝水，想吃粮吃粮。来，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这里零下20多度露营啊，现在九哥的车是打不着了，然后打着之后它这个散热，车里的温度一直上不来，所以说就弄了一个纸板，然后挡着水箱，让车里的气温上来。我们行驶在这路边，捡了一辆车，一辆小轿车，看一下这边轮胎都被拆走了，然后后保险杠也被拆走了，这儿放了一个大箱子。哇塞，吓我一跳，里面一个充气娃娃，吓我一跳。看一下车里面的配件啊，屏幕已经被拆走了，这边发动机还都在。在这荒郊野外应该坏在这里了，然后不好修了。你上不来了，你上不来了，你上不来了。上来了，嗯，呀，呀，呀。
吗？哎呦，感觉几分还能救命啊！哎，OK，看裤子这儿，我要吃羊肉。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. But all will be okay,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 I'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.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. I strive just to say I'm alright.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'm alright. 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.But all will be okay,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